据台湾媒体报道，伊能静帮秦昊生下宝贝女儿小米粒，高龄生子本来就不容易，就连产后减肥她也花了一阵子。日前她在网上晒出运动美照，超细美腿被赞绝美。不过伊能静近日现身机场被拍到的模样，大腿却被网友毒舌有点胖，还有人揶揄为何照片骗人。不过大部分网友对于伊能静瘦成这样已经实属不易。伊能静日前现身上海机场，一身大衣底下却是牛仔热裤，加上长靴子，让她的美腿看起来更加修长。而先前才在网上晒出运动美照的她，纤细的直腿令许多网友相当羡慕，更赞她高龄产后减肥不简单。只是机场照却被部分网友毒舌为什么骗人，全因和当初贴出的纤细美腿有些落差。除此之外，也有网友希望伊能静穿对穿着，全因目前上海气温颇低，穿着热裤露美腿虽然漂亮，但相较和她同年龄层的女星，大多还是选择包紧包暖。